零比零，比赛开始。在一个妹子旁边。什么一把？钥匙。不会啦，东皇应该会赢。这局我打那个男的，我打过紫色那个。去年我跟 UOK 跟他打还蛮近的，25-22、21之类的。东皇不可能输，这一定赢。这东皇感觉有点没力。东华那边放假消息耶，突然讲是不是？他说什么访寮高中上来的？
二一，对面是红字，我看不太清楚。然后默默他们刚上二十，我肯定。啊！这也不应该。好，先看这里好了，这边看也要进入补战了。10-14，对不对？断线是不是？